哎，不小呢。那个，但是不知道行不行，秧都死了。秧都死了。嗯。这小瓜挺好，能熟吗？谁知道呢？能。那切的可挺好。洗一洗啊。洗洗。有几个吧？有个六七个呢。哎呦，还不少呢。让专门接过来。哎呦，还挺好，咔嚓就开了哈。啊，那能掰开？哎呀，我不太敢掰。哎呀，这感觉，这挺好，有点发粉，但应该也熟了。尝尝，我跟你说，绝对行。尝尝。嗯。呀妈，拉不出来了。因为我爸切。不行，我切不太好。嗯。你来切。嗯，我拿着。好吃啊。嗯，哎呀，那行。妈，吃西瓜。我吃吧。来吧，看看这小瓜多好，主要吃着嘴里了就行了。嗯，看这个啊，挺好。嗯，真挺好，咱自己家的多好啊。香瓜的也整两个看看。瓜子不甜，嗯，那也可以尝一尝，好吃。这个跟买的瓜子是不一样味儿。嗯，这个就是没有那种让人嗯，剩瓜蛋的味儿。嗯、小煤球在这给你表演一个视角朝天。煤球，哎，是找。它挺舒服的，这样。那是干啥呢？养壳呢。你看我过来都不是。小煤球。嘿，嘿嘿。干啥呢？那腿儿好了吗？你好没好？这是摘两个鲜瓜子，也是自己家园子里的。得吃四个呀。啊、哦，鲜瓜。熟了吗？熟了。反正尖儿的可能还有，就是我能够着的就都没了，就剩这几个里子了。那这一碰就掉村长去了。我把剩下这个钱，你拿吧，我弄那样的。这几个瓜都尝尝，看看能不能留，好不好？不说他这今年瓜好像不如去年，没有往年好哈。我看奶奶怎么哪像这么喜气？刚才那啥，我那有香味儿。尝尝这个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嗯，好呢。嗯，还行。还行啊。你那？嗯。哪里搭的？我不想吃。嗯。我来，哼，不甜，都不甜，就下雨下的那阵儿，好苦啊，嗯，这瓜没啥味儿，也不甜。就是水分有点大，嗯，不甜，换一个，换一个也行，换一个都是这样的，这就是下雨下省得瓜要好，它老下雨就完了。啊、嗯，您、哦、去年是先下雨后旱，今年是先旱后下雨，那这西瓜挺甜的呀。西瓜需要水哈，就是水分足，鲜瓜就不好吃了。但是今年这品种跟去年品种也不一样，好吃就吃，不好吃就喂鸡了。行，尝尝。哎，这个还行，有点甜味儿，不错不错。像我们这季节，鲜瓜子正常应该是吃不着的了，我家这都留到最后才摘下来吃的，别的地方的瓜园早就结束了。嗯，咱这还能吃着。嗯。挺好，这个好吃哈。嗯。